提到卡车，想必对其并不陌生，因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，长途运输货物均需要依靠卡车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半挂。可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，重型卡车的大梁上设有诸多小孔，那么这些小孔究竟有什么用处呢？为何外界曾经怀疑是偷工减料呢？要知道，曾经卡车大梁的钢材主要以 510L 高强度钢材为主，随着全球科技的发展，如今大多以 750L 超高强度钢材为主，其中510和750主要代表钢材的抗拉强度下限，数字就代表具体的抗压极限。那么这些小孔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想要了解这些小孔的具体作用，首先就要从应力集中进行了解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大家一定在夏天切过西瓜吧，很多时候在菜刀或者水果刀刚刚碰到西瓜的时候，就会听到砰的一声，然后西瓜就会应声而裂，这就是内应力的最直接表现。再比如说日常使用的一次性塑料袋，当你顺着一个切口进行拉扯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很容易就能彻底撕开，这一点同样是内应力的表现。而卡车大梁上的小孔就是为了分散钢材自身携带的内应力，避免应力集中轻易破坏大梁。除此之外，这些小孔还能用于通过螺栓或者铆钉将零部件固定在大梁之上，比如说可以用于发动机的安装，当然也可以用于固定车身悬置等等。可以说卡车的所有零部件均以大梁为基础，同时这些小孔还能用于固定管路电线，避免重复打孔。可以说看似这些小孔是偷工减料，实则有着大作用，至少不需要担心因为承重点不同而导致卡车大梁损坏。要知道一旦大梁扭曲，这辆卡车基本上和报废没有区别。除此之外，这些小孔还能消除大梁的疲劳，因为卡车主要用途就是装载货物，如果重量过大，对于大梁而言就会超过负荷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大梁小孔的重要性，甚至可以说在关键时刻能有着大作用。因此千万不要认为卡车大梁上存在很多小孔属于偷工减料。也可以说表面上看起来大梁因为开孔会损失掉一部分钢材，存在破坏钢材整体稳定性以及抗压等级，实际上这些小孔在什么地方开，具体开孔直径为多少，均是经过设计师详细试验得出的结论。所以说千万不要认为这些小孔没有必要存在，这完全是错误认知。